十八年前，中原国突遭潜力国共产，陶君然奉命前往边界缉拿在逃潜人。陶君然逃到哪儿去了？还不跪下！大人，民女真的是冤枉啊！李阿范又来了，把狗洞堵上。以后我们可以靠贩卖陶大人的东西发家致富。我李阿范是个有恩必报的人。那，你不会是想以身相许吧？他这钱。是要买我回去当媳妇，成交。她是我的女人。你这是在跟我求亲吗？你愿意和我成亲吗？让我以后可以陪伴你，照顾你，保护你。陶君然进潜力岛只是为了抓住你回朝廷立功。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你真的在骗我？既然决定娶你，此生便用命来守护你。你再也无法守护他一生一世。爱奇艺 Chillax 里榜，我的地档的在。